你是一个喜欢喝茶，然后又担心喝茶会睡不着觉的，都不用担心。对，全系列茶零咖啡因，然后呢也没有太多的负担，而且没有化学残留，而且我们还得到了双认证。嗯，因为那个回甘是真的可以感受到你的口腔里头有生口水自然的润喉，它是一个弱碱性的饮品，如果含糖的它喝起来就会嘴巴会很酸。那我们最主要没有糖，我们主要里面是甜曲。你看哦，我们里面的每一个中药材都是真材实料在里面，让大家可以看到。很实实在在，你只要呢用热水呢就可以直接泡开，很快就出茶色。所有我们今天推出的这三款茶都是可以一岁以上的小朋友都可以饮用的，对不对？然后里面没有任何的糖，对，你可以买来送给那些喜欢喝茶的长辈。今天这个呢真的是你随便哪一个款式给他，他绝对都会爱上。而且母亲节到了，虽然礼轻但是情意重，但是会送礼送到心坎里。